不安总被你轻易看穿，我的想念到深夜一滴就预知多少伤感，你是我想停息的船，也是我想远离的岸。你的浪漫是我甜蜜的负担，我的负担是你渴望的承担。我先回去了。你不听我唱歌啦？改天吧。阅读理解的分儿啊，最容易拿，也最容易丢。所以呢？理解很重要，练习更重要。同学们，高考拼的是努力和勤奋。给大家翻一下原文。
当然是一个相互的作用，阅读的越多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会翻译，并不代表你会答下面的题。哼。哎，我让你坐下了吗？你没让我坐，并不代表我不能坐。因为许毅同学顶撞老师，所以全班停课。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许毅，老师在和你说话呢。你竟敢顶撞班主任，老师都和我说了。许毅啊，你到底是着什么魔了？你正常一点好不好？这马上就要高考了。你这个样子，老师怎么帮到你啊？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一下，想好了再和我说。放这里。上课睡觉，顶撞老师，逃学早恋，考试不及格，什么坏事都让你做绝了？你是不是被猪油蒙住脑子了？啊？哎呀，你今天就别说他了。今天不说，什么时候说？要等他在杀人放火的时候才说吗？瑞阳，你冷静一点。许毅，你回到房间好好想想。还想什么？就是因为你平时不让说，他才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就自己发疯吧。你。哎呀，这就是你生的好儿子啊。早知道今天能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当初我就不应该要他。美娟，美娟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美娟，来，谢谢。这次模拟考试，刘涛可是全市第一名。我看接下来高考什么的，你妈也不用担心你了。这要再担心，那别的家长日子就没法过了。哼，丽儿，好好学学你表哥。学霸是天生的，学不来。哪有啊，丽儿写作很棒，我也学不来。他爱好写作，可以去上海参加写作比赛。嗯，听说高考还加分呢。我对他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他平平安安的，我就知足了。你不知道那天啊，摔了一大跤，把我们吓死了。嗯，你摔跤了？摔哪了呀？疼不疼？我和小央，谁啊？你坐着，我去给你拿。今天还行吧？嗯，味道不错。我觉得有点咸了，这个酱调。嗯，是。嗯，倒点醋吧。许毅，加油！不管怎么样，这世界上总有一个人在关心你。我是李尔，我要许毅每天都开心。从前，来，我们把这个无限改变。再见。爱漂亮没有终点，快乐。哇，好可爱啊。叔叔，生日感言吧。好，生日感言，我生日感言就是唱歌越来越好听，越装越漂亮。哇，好，唱首歌。你唱首歌。我唱首歌。我唱。好，张扬陪我一起唱。我不会唱。你可以的。就是，我真的不会唱一个，陪我唱一个，对不对？唱一个嘛。我真的不会唱。你可以的。讲讲，没有关系，我陪你唱。哇！每日每天，快乐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。祝你越变越美，将爱恋好到一边，想再见一面，让我们不要那悲伤今天。祝你生日快乐！
请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跟我许愿。张耀呢？哎，张耀，知道张耀让他。是爸爸的掌上明珠，是爸爸最亲的人，爸爸是不可能害你的。你听爸爸一句话，你跟着他真的不合适。你不就是嫌他穷吗？你说的我都知道。那你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很穷吗？现在不也很好吗？我妈那会儿嫌你穷没跟你在一起，你现在连我都没有。狡辩呢，爸，你相信我，张耀他不会穷一辈子。我昨天晚上去你家，你没回家啊？我去苏芬诺瓦复习了。我过生日你这样，太没面子了。我不喜欢那种地方，吵得我头疼。那你到底喜欢什么呀？喜欢你这样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我让你笑一个。我寒假不在这过，我爸给我在外地找了个声乐老师，我要去学习。那你要好好学。我可要走一整个寒假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就麻烦你再看看，还有没有其他价格更合适的店面。好，麻烦你了。那先这样。好。说什么时候拆了吗？说过了春节就来拆。那没多久了。没事，你别担心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阿姨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。你看人家年纪轻轻的就来打工了，多不容易呀。我们过几年去买。你好。晚上聚餐你又不去，打电话又不接，你妈担心死了，赶紧给她回电话。我刚刚在看电影，没听见电话。晚上补数学你不会忘了吧？你先回去跟我妈说一声，我马上回来。要开学了，晚心收一收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他谁啊？他是我表哥，我姨妈是他继母。我看他对你一片苦心啊。他就那样，婆婆妈妈的管东管西。
处女座。摩羯座很无聊的。到下周末前啊，你把这些都要掌握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下次再问我。嗯，你就快高考了，就别再帮我复习了。你数学不好，不补上来不行。我知道，以后我会多做题的。哎，还有，你以后和黎巴拉少接触。为什么？他把许艺害得还不够惨，你想当下一个许艺啊？你不了解他就不要胡说，他不是坏人。还没交班费的，抓紧来给我交班费喽！拿去买吃的。好嘞。王超，你又给我这么大的吗？啊，我只有这。那个叶青、张红、黄一龙，就剩你们三个了啊！你们要是放学之前再不交给我，你们就自己交到教务处去吧。我去不了了，这个学期晚上加一堂自习，放学更晚了。那你周末来好不好？周末我要补课。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啊？有时间我打电话给你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？他有时间自然就有时间了。靠！不许说脏话，不可爱。好吧。拜。小豆，你下辈子要是转世为人呐，一定要多读点书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你喜欢上一个读书人，在他面前会抬不起头来的。阿姨，这个茄红素啊是抗氧化的，我给我小表妹，你多加一点吧。好嘞。好，谢谢。来喽，你爱吃的有多加。哎，小娇、张耀，来一起坐。好。哎呀，小表妹，来，大家一起喝一点我们家大厨煲的汤。张娇，这什么汤？这是虫草花灵芝炖水鸭，我特地让大厨熬了给大家补补。而且张扬假期都在打工。让你还在打工啊？快高考了，你得注意身体啊。我没事儿，谢谢。小耳朵，吃什么？一碗牛肉面，谢谢。怎么啦？这么着急找我？你最近好吗？学习忙不？挺好的。你们学校是不是管得特别严啊？张扬都好几天没跟我联系了。啊，高三就是这样，不让带手机，老师发现一个没收一个。那你帮我捎个口信好不好？说。下午课间，我在学校西门等他。不，求你了，小耳朵，求你了，小耳朵。他有什么好？跟你差不多好。我才不想跟那种人差不多。不过你们的脸都差不多臭啊。你帮帮我了，你不帮我，没有人帮我。你最好。好不好？张耀耀，
有空吗？请你喝杯咖啡。不用了，我要去补习。知道这是谁的打火机吗？你想知道巴拉为什么跟你分手吗？我知道你现在很不甘心，但是你现在什么都输给张扬。你吃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你要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他做了什么？他自己知道。都是兄弟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姐妹，他把我当兄弟了没？你说什么？根本就不知道。自己说，自己做的事还不敢承认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徐，你别跟我反复了。我是疯了。我十一从遇上黎巴勒开始就已经疯了。张雪怡怎么了？先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敢伤害许一或者巴拉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好久不见，你还是那么漂亮。本姑娘一直这么漂亮。够辣的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来，有件东西要给你看一眼。别给我看你的裸照啊！谁拍的这么无聊？这小子家里很穷，他所有的一切，他的新衣服、新手机都是这个女人给的，就连他上学的费用也得靠他们家。你觉得他离得开他吗？怎么这么久没见，还这么欠抽啊？你可以抽我没问题，但是谁要是欺负你、骗了你，我跟他没完。放心，没人能欺负我。他是个骗子，骗我也愿意。你会吃亏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咱们走着瞧。走就走，瞧就瞧。等以后我出名了，你这小破车到时候贴上一标签“墙角专用坐骑”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。嘿，怎么着还不信啊？走着瞧。短信是不是你发的？你跟黎巴拉学的撒谎都不会脸红了，别装出一副清纯的样子来。雪，你对我表妹说什么？啊，你表妹跟黎巴拉狼狈为奸，都是骗子，骗子！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我没变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认错？我没错。
马上要高考了，如果你表哥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处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都是我的错，处分我好了。听说许艺跟天成学霸打起来了，家长都被请到办公室去了。许艺呀，许艺可帅了，哎，他怎么能那么帅呢？他们因为什么打起来呀？听说是因为你们班一个女生叫李尔，好像。李尔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你看他平时装的一副特别清高的样子，其实就是个绿茶婊。真的会吧？你要看起来挺清纯的呀。哎呀！哎，什么？是是。小耳朵，你没事吧？你离他远一点，他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看你说话客气点。黎巴拉，请你滚远一点。他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都是他惹的祸。巴拉是我朋友，巴拉是我好朋友，谁也不能对他说话不客气。好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了。下面有请高三二班优秀学生代表张漾上台发言。在这百日冲刺阶段，我们要以饱满的热情，以昂扬的斗志，决心做到脚踏实地，全力以赴。我们在此宣誓，迎战高考，谁与争锋？英雄少年，唯我天中，决战之巅，我必成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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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下面全部都拆了，快点！啊，快点，快点！对。放在那个车上就行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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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拆掉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这全部拆掉！等等，谁让你们拆的呀？你早干嘛去了啊？拖到最后一天才来搬房子？不是，你们通知说是明天才拆啊？明天是拆房子，今天是拆这个违章建筑啊！你看看你这个杂货铺，全都是违章建筑搭建的，啊！必须今天给我拆了！哎，不行，下来！哎，你给我下！哎哎，放开我！哎，干什么你？给我客气点！呀，老师，我你等等。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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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喂，敲敲下来，快点。这一片都搞定了，都可以拆了。哦，这些都搬走了。啊，对对对。好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啊，对。这一次可多亏了你帮了大忙了，否则这个工程不可能这么快开工。也没那么严重啊，就是文件的流程需要走个时间啊，小事情很好解决。这件事情我知道，你真的帮我大忙了。这样，这事我记下了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情需求的尽管跟我说。嗯，来，咱们喝一个。嗯，刘洋，嗯，别的咱不说，没别的意思。这个是个购物卡，给美娟和孩子回去买点东西，别客气啊。哎，老同学，我们之间不必这么客气啊。不是，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嗯嗯，来，干了啊。老爸，我是穿着黑的好看还是这红的好看？嗯，我想想看啊，我姑娘穿哪件都好看。哎呦，你就没点建设性意见？哦，你是想要一点建设性意见？
那就是都好看，都好看，都好看。说老爸会说话。爸爸，答应我个事儿呗。说，什么事儿？你先答应我，就告诉你什么事儿。又没钱花了是吧？这次还真不是。是这样的，张亮他们家拆迁，他们家店也没了，能不能帮帮他们找个地儿开个店？我说闺女啊，这人家拆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还管上这种事儿呢？啊，他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？我能不管吗？我记得以前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咱离那种人远一点好吗？爸，你不了解张漾，他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，没有之一。你小心上当吃亏。我妈上当了吗？我妈吃亏了吗？不，我说你这丫头怎么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，爸爸，我说的不都是真话吗？真的，你相信我，张漾她以后一定能成大事儿。她像你一样聪明能干，而且这事儿对你来说又不是特别难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妈？你坐下。爸爸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这种事儿，爸爸真的管不了。美君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总是往外跑，你的脸色很不好看，要多注意休息啊。立德搬家，我帮忙收拾收拾。你忘了大夫是怎么跟你讲的了？陆阳，你别不高兴啊，我也就是顺道去帮个小忙。照顾好你自己，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帮忙。你放心，我没事儿的。陆阳，你负责的那个工程是不是有一个配套的商业街呀？你看能不能帮立德在里面找个小铺面，开个超市，这样他们父子俩也能有点收入。是他跟你说的？不是，孩子要上大学了，开销大，我也不能眼看着不管吧。咱家里还有一个快连大学都考不上的儿子，也需要你管。美娟，现在市里正在抓廉政建设，一切都得按照规章制度来办。商铺也需要招标求租的，还有每月1到2万的房租，他付得起吗？瑞阳，对不起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还有，你自己的身体也不好，要多注意休息啊！这种事情就不要掺和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家给他们支援点钱。拆迁的事儿啊，我跟瑞阳说了，他是确实帮不上忙。没事儿，我知道这搬家挺着急的。回头我让他一定再想想办法。你费心了，幸亏有你帮忙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哎，怎么这么说呢？不都是为了孩子吗？养着孩子，希望这次能考好，也别辜负你的一片苦心。对了，这些事儿先别告诉他，我怕他心里不痛快。是，养着孩子脾气不好，但总有一天他会明白你的。不怪他，怪我这当妈的。不过看到他现在这么懂事儿，我心里真高兴啊。
哦，对了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我没事儿，就是有时候头有点晕。娇娇，你快开门啊！你想怎么着？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啊？听话，开门，开门！都走开，我不要吃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话呢？ 闺女，是爸爸。你呀，现在都高三了，多大年纪了，还那么任性？你说你现在不吃饭，不是把身体都搞坏了吗？听话，开门。娇娇，我跟你说啊，有本事啊，你就接着折腾啊，你就一天都别吃了。嘘，爸，你要不答应我，我就不吃。闺女，你先把门给爸爸开开。 爸爸进去跟你说好吗？你先答应我。好吧，好吧，你把门开开，爸爸跟你商量还不行吗？啊！我就知道爸爸最好是全天下最好的爸爸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啊？我就是想让爸爸带我去上海看周杰伦的演唱会。 嘿，孩子，我有什么大事儿呢？就这么点小事儿，至于绝食一天吗？不就是看周星驰的演唱会吗？阿姨，来，把饭端进来。真是，周星驰。哎呀，你还不回家？我想在外面多待一会儿。别跟我学，跟我学没好处。 小耳朵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你听我保密。我的妈妈就是现在许玉的妈。在我出生没多久，我妈嫌我爸穷，爱上了许玉他爸。高三，许玉转学和原籍高考，居然分到了我。 他来开家长会的时候，看到我，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？我每天都在想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我也让他尝尝痛苦的滋味。你们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我要告诉许毅。 想念是沙，飘过泪挥洒，也带我轻抚你的发。你的脸颊，我远远牵挂，它不曾被岁月淡化。 想着你模样，让人黯然神伤。我离开你身旁，以为能梦一场。我的心自由就能变成流浪。人一生最漫长，是为爱。 戒根烟，心已醒，别再想。我一生最漫长，是离开你身旁。戒根烟，将心痛全释放。戒根烟，将心痛都释放。